很开心有您这么一个学生。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姓不一样，共同点是都挺帅的。我觉得铲屎还挺幸福的，可能你们感受不到。不希望就是大家叫我儿子就感觉好像在骂我。Hello， 新浪娱乐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今天我来挑战小浪立个 flag， 你敢问我就敢答，现在开始。18岁这一天，最想说但是平时说不出口的一句话是：祝我生日快乐。谁是第一个对你说祝你生日快乐的人？如果严格揪起来的话，就发的最快的是一个小学同学，是当时小学一个班长，后来紧接着然后爸爸妈妈之类的就不来说。所以大家祝千玺生日快乐是强手速的，对吧？嗯。如果强大和被爱只能拥有一样，你会选强大和被爱？我选强大。我觉得强大你自然而然就会被爱了。可是你只能拥有一样。那我还是选择强大。所以你不会害怕那孤独感吗？不会。作为大张伟的品德老师，最近想要传授他的人生建言是：好好学习，好好学天下上。不管是在哪个媒体，他会说你是他的品德课老师。你对于他这一个评价，你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吗？很开心有您这么一个学生。和 TF 老 boys 雷洋千玺最大区别是共同点是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姓不一样，共同点是都挺帅的，都挺帅的，都挺帅。你们两个在拍戏的过程中，就是你会不会去注意雷老师头围比较大这个特点？就还好。我记得有一次在化妆室的时候，早上化妆，然后他自己进来就举着自己那个头套，然后看着里边数字，然后就特别生气，然后问那个化妆老师为什么我这个里面就是会比他正常头围还要再大2寸还是大1寸。我们就在旁边默默的笑。自卑和自恋必须选一个作为你的主人格，你会选啥都不好？自卑和自恋我选超级自卑，因为你自卑你会进步，但是你自恋的话可能就卡在那儿。如果楠楠和其他小朋友因为争夺哥哥更多的关爱而闹了矛盾，你会怎么办？暂时为止我还没有见到楠楠把其他小朋友带回家来玩，或者是介绍我跟他们认识，但一般就是楠楠不太爱生气，这孩子也挺好的。他很久以前就会拿我的照片然后去学校里面发给老师，就是他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就是楠楠帮哥哥在线圈粉。如果穿越到10年以后，秃顶和发福哪个让你更不能接受？秃顶和发福，秃顶和发福，我觉得这两个就是我都能接受，都能接受，合一块的话就不能接受了。就是有时候工作比较忙，会担心秃顶这个问题。还好，还好，还没有长胖。啊，应该是。粉丝评价，有的人表面风光帅气，背地里却要给90猫铲屎，最近想说什么？我觉得铲屎还挺幸福的，可能你们感受不到。你觉得自己被刘涛选为未来女婿，理想型的三大优点：话少、幽默，然后。最主要还是帅了。胡先煦先你一步脱单，你的饭搭子没有了，很多网友心疼你。对此你想说？我会找班里其他同样单身的朋友一块吃饭。我们舍友就3个都是单身，他们几个会开玩笑说，就是对方很现实，抛弃朋友之类的。请给粉丝3个说服他们不要想再魂穿胖虎的理由。胖，壮，能吃。之前有一个热搜是胖虎愿意追随到千玺退休，但是你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挺好的。有没有私下啊给胖虎发一个红包，但是没说话？没有，爷们儿之间。性感千玺在线吸粉，请现场对粉丝说3句，他们听了再叫不出儿子的话。我觉得这个有点难，不要再叫我儿子的话。不希望就是大家叫我儿子就感觉。好像在骂我。如果你们是充满爱意的叫，我觉得也倒还好。千玺，看看妈妈，会听见是有点开心还是无奈的？就这种就算挺搞笑，就挺好玩的。但如果是在机场叫你，会稍微有点小尴尬了。有点羞耻。那么我们有请我们的非常想要向千玺请教的这么一个摄像大哥。你好。介绍一下。好，是千玺，来自新浪娱乐的王远鹏，王师傅。你好。
你上学那会儿，你上学那会儿，去艺考的时候见过。对，你有印象吗？之前就是组合拍个就一个广告的那个，对对对对，还是他。然后我们今天准备一个道具，第一个道具呢就是北京老大爷一件套的霸康的，然后王师傅呢先给我们展示一下怎么把它拍的时尚，好吗？小平啊，可以吗？你叫一下，先拍一下，摊下来，然后就对摊下就，然后就是你刚刚那个动作。我先发挥一下我自己对杨洋挠的理解。比较傻傻的那种，来听听。就这么拿着吗？就是我这个手上这个手串，然后他平常看起来是个手把件，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他吧可以，一下就变成一个头帘，然后就是一个单品，时尚的单品。然后我觉得他俩是选择这种方面。这轮的学习中，你给信息老师能打几分？肯定满分，我学习到了很多，一个是帅。二的一个是霸气，肯定得要露出来，像我们这种拘的肯定不行。他说他拘着，你觉得他是拘着的人吗？哎，不错，得到千玺的认可。好，谢谢谢谢。flag 还是要立的，万一实现了呢？我最近想立下的 flag 是自己完成一次翼装飞行。你觉得我们的客栈怎么样？客栈非常温馨，非常漂亮舒适，大家相处很融洽很和谐。我给下个嘉宾提的问题是，你觉得湖南怀化怎么样？